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。天地，天地左右。嗯，你说青龙白虎就是玄武那个各留零点一公分。四方这样的，指正的它用运，它像写千里，是像写什么样的？画，画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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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Thank you.
用对地方。你的小处女把长的这样，默默的使坏，默默的耍你的小处女，但是这是不够的。心态要再更好一点，如果你是真心。我就是在观察，观察啥？
稍来。在这里修完之后。啊，你公关公司为什么在这里？不要再下去，再让我再讲一遍。私底下是可以，但是碍于功能是太。口要熟，天亮的人都拿不到手口，知道吗？嗨，完了，记住了，反正不烧了。上面也说不烧了。我会跟那个您的妻子讲。公主，他不行，他太吵，你刚要教我们，这个公主要先看。这是过年的五德圣杯的这个金钱币。前面问自己有按照这个字流程，我是看到字，看到字就差点我没有说你没有心，我看到这个字，我刚刚看你那个写那个单子那个字呢，不差点不是想好了，赶快写好，赶快写好，不能有心，我们的弟弟啊，
你的身体是可保护的，但是你的空间是关的，空间保护这个静香丸。又跟太子刚才讲的那个叛逆一样，你刚心里面就看到很多心计，好杂念。对，我就是这样。有心，但是很浮。你的心不是在这里，你的心是在这里。然后你急呀，你没有办法。这三个，
心经，真的要用心，是什么心？你前一天要多少？现在没有了，你写的时候要写到两，你用这个镜头干嘛？一篇，一篇要写两三个小时。这个才是真的有用心在写，一个字。这个不用一个小时完成，这个我用三个小时完成，人家就一眼还不用去感受就可以先感受到心，这才叫有心。我是认真想把字写好，想用，想要真的。让我尽义工去问心无愧，真的有心想要做这件事。但是从字面上，文墨中还有一个黑点，从字面上就感觉，这样看过去就感觉你好像潦草行事，急于交差了事。一篇里面多长？三个月内一个礼拜要交两篇心经，所以要连续讲三个月。是
三个月内全部起码都交，别人交一天你要交两天。那你一个礼拜几堂课呢？我觉得这样子慢慢起。交给我，我会帮你创，我会请他们伙伴来。你现在就是进入一般人，我降低门槛，你的门槛让你去，但是你的条件就会比别人，就是你会比别人要多做一些事情。再说一次，三个月内如果有进步，可以提前把他们数消化掉，你合格。到了三个月，你这个新兵越学越差，或是都没有进步的话，那就退回学习。不一定满三个月，看我心情。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